夭壽哦。讲实在，这那是啊，无去用通知到，然后呢，他又接触了马律师。是是。马律师呢，那天就坐这个位置。对对对对啊，这里有没有消毒？啊，有没有消毒？我跟你讲，椅子都没换，消什么毒？给你退出来，问姐。我来都没消毒。我打了第一季还来不及啊，来不及吗？还来不及啊。赶快喷一下。对，但是我桌子啊什么都真的吗？对啊，龙毛布。不是，我们为了保，我们为了保持原汁原味。啊，那没事，你想搞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有这个福星你送的这个，对，干洗手。自己消毒的干洗手，哎，这里长不错呢，你到处送干洗手，快点喷一下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讲实话，马律师啊，差一点就跟他有接触啊，马律师又来跟我们接触，然后我们很可能我们就对不知不觉中中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会中会确诊都是这样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哦哦，要修鬼龙中酒精味，老师查出精油，查过来一点好吗？要不然医生接你，这什么地方呢？